菲尔抽准贝壳占卜，惨遭众人炮轰。蔡少拿出这个说，我说少来了，那个贝壳给我干什么？他就说你跟他讲个秘密，他说我就会说出一个东西。我还说再给大家看，我在后面，我就说哦，有时候还会想起他。然后我就感觉到，他就拿这个去听哦，一个形象。等一下，真的、啊，你那里面是不是有塞录音机？整个过程当中哦，有一位穿西装的医生，他一直是用那个奇怪的眼神在看你。这个症状叫。